跑车还有美式肌肉车依序出场。在南投竹山大会师，我现在走了啊，有我走的认真的。工作人员拿着大神弓指挥排列，毕竟这一块空地要挤进上百辆超跑。敞篷车有80部，还有美式肌肉车大概10部，所以全部加起来大概是90多部。数量壮观，博眼球之外，现场还有很多跑车，一台要价破千万。车队说，想要改变外界对于超跑车有炫富刻板印象，因此投入公益活动，另类转型。今年好不容易撑到疫情缓解，基本上都是在台湾限量20台以下。所以每一台车都非常的开心，都非常的好玩。疫情过后，所以大家想说车子都放在家里太久了，现在来透透气。车子太久没动也不行，除了名车车主从四面八方涌入南投，很多车迷也被吸引过来驻足拍照。将近100台车，总价超过6000万，一台接一台，如同在看豪车大战。三立新闻吴坤瑜南投报道。